现在呢是在南投亚维这边哦。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大家最喜欢的啊，有唱歌的啊，有玩水的啊，戏水的房间，它就是这一排2012、2023、2005、2006、2007这一排二开头的哈、哦，像现在闪的这个二开头的，它就是有大房间，然后又有一些特殊性。那特殊性当然哈、哦，钱就会比较不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205的话呢，它做了什么改变哈？它最近又增加了一些东西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咯。好，现在闪的205、206，但我们要看206。好，205，那看一下每个房间呢，它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车库，哦，超大的车库在这边，哦，它是可以停车子，不管你是多胖的哈。只要是轿车，你看这个高度也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么高哈，所以爱车可以停在这边，不用担心。然后门关起来也不用担心有人去动到你的车子，所以对男生来说的话，他们很喜欢这种感觉哦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这个205呢，是我个人哦也非常喜欢的一间哈。现在又做了一些微调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微调了什么东西呢？上来要脱鞋子，好，这间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棒。空间感来说的话它很大，好，那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，那现在要做的一些微调，怎么样的微调呢？又加了可以更多人入住的概念。好，一进来我们看这房间，好，这边有个玄关处，那玄关处的话还有个大冰箱。好，那现在微调呢，本来是四个人的房间，现在变六个人，好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就放了六个泡面，好，然后饼干、茶包、咖啡包这些都有。然后冰箱这边呢还有准备了冰冰凉凉的矿泉水哟。那这边呢还有一整排的好放行李的行李架，好，一整排，所以行李就可以不用落地，就放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看过来这边的话，超级大客厅，好，这个客厅超级大，超级大的，好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客厅。所以呢，可以比如说跟朋友来，好，啊，你是不是两家人，一家人住这个，然后可能一家人住四人房的，一般的四人房，哦，大家在这边唱歌真的太欢乐了，这边两家人都不是问题哈，真的。很宽敞，很舒适。然后灯光来讲的话，它有多重这个调节哈、哦。这房间的灯光还可以做变化哦。这边有一个变化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它可以从这边调到灯光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可以做变化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边可以变化的，还可以变颜色的哦。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好，都可以去变颜色。这个去调它的颜色，去调这边有一个开关去调这边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么宽敞舒适的客厅。也太舒服了吧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边哦，有一个遥控器，除了遥控器以外呢还有什么呢？哦，它多了一个唱歌的哦，这个电视遥控器，还有这个是可以看 YouTube 的哦，它直接可以看 YouTube 的都可以哦，直接从上面操作，然后等于是一个小台电脑的一个概念在这边。然后这边还多了一个荧幕，那多了两只麦克风，就是要欢唱的，这个就是直接从荧幕上去点选你的歌单，好，歌单是从这个荧幕去点，然后两只麦克风可以对唱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，两张超大的床，好，超级大床，所以中间就算是一个小朋友都不是问题。然后这边呢，床头呢也可以做个灯光的变化，灯光的一个选择，好，可以选浪漫、舒眠，然后阅读主灯，好，全开，好像看一下全开这样子，全开。就全部打开，它这样是全部可以从这边掌控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个化妆台，一个空间哦，所以你看它全部都是木质的地板哦，没有地毯哦，所以有些怕过敏的没有问题，全部是木质地板，你们的最爱，你们的最爱咯哦，可以让空间超级无敌宽敞的哦。这个客厅应该很多人看都会觉得赞啦哦，小孩子在这边活动都不是问题哦，这样子在里面非常宽敞哦啊，看电视超大台电视，超大一台的哦，65寸的，所以要看影片也都没有问题。那这边还有个拉门，拉开之后哦，又到了这边来
好像是可以从刚刚这边也可以串联，从玄关可以过来，或是从这边过来，它是一道拉门进来。这边我们看到，哦，这边还有挂衣架，开放式挂衣架。好，我们看到小孩子最喜欢的上下铺，好，这边多了一个上下铺，所以这边又多睡两个人，等于二加这边的四就是六，二加四等于六，所以这间有六个人，也准备了玄关。这边有看到这边有六个泡面，好，然后这个可以让你肚子饿的时候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泡面。好，它这样子是一个房间，那这边又等于一个房间的概念，等于一大一小间的概念，还有一个拉门可以隔开，好，稍微隔开一下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戏水池，戏水池，好，就这边，这边就是戏水池喽，哈，把电灯打开的话，可以看到这戏水池的话，它的深度呢就大概到膝盖，所以叫戏水池哈。小小孩的话，当然可以当成泳池的概念，但是它就叫做戏水池，因为它的深度你可以看得到，就差不多到膝盖的深度，哦，当戏水池。那可以啊，这边还很贴心放的游泳圈在这边，哦，很贴心有放游泳圈哦，很可爱的游泳圈，哦，还有一个救生圈，哦，在这边，哦，这样子的话变成在里面哈，你就不用出去，也不用晒到太阳，但是它有一个光线是进来，从这边是透光进来的，天然光还透进来，然后直接在里面室内在玩水，哦，冬天的时候就会比较凉一点，因为它的水就是一般的水，好，所以是常温水，它没有加热。你们一定问说有没有加热？没有，它是常温的水，常温的水而已，并没有加热，常温水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哦，如果要玩这个的话，如果要玩水，像现在天气凉了要玩水，我会建议那就看要把冷气关掉，不然小孩上来怕会冷。好，所以冷气可能要关掉。好，这边的话分成两个空间，一个空间的话就是上厕所的地方。哦，他们家的上厕所的地方都有免治的马桶，免治的马桶，哦，非常方便，冬天呢。暖乎乎的，屁股暖乎乎的。再来呢，你们最爱的浴缸，好，这边，哇，后面刚好可以有 view， 好，这边的话采光非常好，这边还有个浴缸，哈，蛋形的浴缸，在这边，哦，这非常舒服的蛋形浴缸咯。后面还有一整块地耶。好，那这样子是不是这空间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超级舒服，真的是看了每个人都很想住这么大一个空间，哈。那出外度假呢，能够住到这样子的，真的超级棒的，超舒服的一个大空间在这边。这个呢，就是变成六人房的 KTV 房了。好，那可以看现在都还有准备这个备品的，哦，但是如果政府有规定，就是备品一次性备品不能出现，那就很抱歉，这个就要收掉了。他很贴心，还要准备这个鲨鱼夹，然后沐浴巾，哦，这个都帮你准备了，超贴心的。好，大毛小毛这个都有，好，没有问题的。那洗发精沐浴乳这个里面也都有，里面也看到这边都有洗发精沐浴乳，这个都有，都有帮你准备了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好，这边采光非常的好，这样子很舒服，超大空间，六个人来住都不显得拥挤，都还非常的舒适。好，六个人绝对都是非常舒适，没有问题的，这样子一个空间，你可以看到这样子，好，这边是看过来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再看过来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是它这个是有多了一道门去把它隔开的，所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空间。好，那转过来，这个是一个大客厅，超赞的大客厅。OK， 所以喜欢唱歌的人呢，你看你去 KTV 花了多少钱 ？KTV。那你这等于是花 KTV 再多一点点钱，你可以过夜，还可以过夜睡一觉，而且睡这么舒服的一个大空间，两大床还有上下铺，哦，所以生四个的也没问题，哦，有人说三个四个没地方，很多人就是觉得啊，只有两大床，我们生了三个四个没办法，或者是说带长辈出来，像这个很适合带长辈出游，为什么？你带长辈出游一个房间又省钱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本来这个床，然后长辈一个床 OK， 然后小孩子上下铺，所以这很适合，就是说三代同堂也都很 OK， 可以一起来玩，好，哦，省钱一个房间就可以了，好，哦，所以是非常推荐给你们的，好，哦，是在亚威，那这间是205号房，205号房的 KTV 房加上戏水池两种享受包赢的房间在205咯。